这里是奇经哦，黑沙雕节很屌。好，来嗨，等等 ，Hello。哦，我们今天来这边玩哦。好，看一下，有好多的风景哦。哦，有没有？这是高雄市的货柜。货柜。哎、欸，对。然后，哎呀、啊，一节一节的。真的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呢？会重。好，还有那什么花、看一下，梅花。然后这边有那个蝴蝶，哎呀、还有那个八五大楼跟高雄展览馆。这边好多作品哦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简单的来看一下。哦，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，还有什么东西哈？来看这是什么？对对对，好，来看一下。这个是高雄奇英雄。对，英雄奇英雄哈。他写高雄奇英雄。哦，高雄奇英雄。啊，痞子英雄，对，陈在天跟那个吴英雄，真对啊，真的不错。好，那继续看啊、这个我有看，我知道，这个是《爱的面包魂》，这个我知道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正中间那一个就是陈汉典，怎么变啦？有没有看到陈汉典？然后这个只有干雄知道而已了，哎。艾琳娜，艾琳娜，所以是真的叫艾琳，他自己讲完都想要笑，叫艾琳娜。吃掉了。对啊，刚好就是那个、名字。火车不是那首歌。对，你看还真的叫艾琳娜、欸。对啊，还是林俊杰拍的。对啊，艾琳娜就是这个啦，好笑。哎、那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花吗？看一下。什么花吗？花花的花吗？下一次，对，可是下一次他就不能出来选了，他已经连选得连任一次了，好，所以下次就不是他了。好，这个有比赛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应该是公版的而已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这样而已。哎，小小兵，请勿触摸哦。对，请勿触摸哦。哦，所以刚刚有人摸了他，这样不是很优？哎呀、真的。今天人很多啊。对呀、海浪也很大，真的。等对面等的船也很多，风很大。啊，这是高雄，雄志。耶、爸爸妈妈。对啊，这个主题是什么？雄志啊。然后这个不错，这是小琼。对，这个蛮厉害的。这个不错，下面是轻轨。哦，不要以为是捷运哦，下面是轻轨。被破坏了。我要偷几康了。刚刚好像没有啊。对啊，刚没有哎、八月底通车哦，试营运，是哦，哎，坐免钱的，八月底啊，哎，轻轨，然后这个蛮厉害的，对啊，哦，这一个，这一面来看一下，你看那个树有没有？哎，真的真的，是船，哎，好看一下哦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哎，这是树哎，然后下面有船，还有那两栋是什么？那个、那个国宾饭店旁边的孟莱茵，哦，现在在水塘测验呢。啊，国庆烟火在高雄。对啊。啊，真的。好，走。好，这个厉害了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刚刚更厉害。对，这个波比，妈祖。41年的历史。是奇经天后宫。这很漂亮。哎，这都跟高雄在地有关哦。千里眼跟顺风耳。然后最后这个就是。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最后了。哦，倒数第二个哈。这就是7月31号晚上11点56分的，我还记得。当然，因为我离他，我差半个小时就换我飞起来了。我也在三多路上面，哦，这是讲气爆的。哇，这个真的，哎呀，这个人弄得很像。真的在祈祷。不过真的很严重啊，这次的气爆很严重。对啊。可是都修复回来了呢。哦，对，上次不是。对啊，这次都把它修复回来了。这个后面好像没什么。对，那最后就是这一只啦。哎、你看哦，这只鲨鱼很棒哦，鲨鱼很厉害哦。哎、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它侧面。牙齿有点小。哇，正面就弯腰。落跳。就变得有点。对对对。哇，变得。好小颗。对，变得很憨。变得。变成一只很憨的鲨鱼。哇。好。还有吗？还有那个。对，最后一个哈，哦，这个才是最后一个，对，这有自入性行销，奇经到酒店，
应该赞助了不少钱。蛮认真的。嘿。哦，有来哦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的。哦，因为这里有一只熊在这边。对，很重要。嗯，很重要。好。好了，不要打鼓。好，哦，这栋饭店就在对面而已哦，很近。哦，还有台啤。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美少女来跟我们 say 一下 goodbye 好了。在这边，沙雕啤酒吧，就这个女生，噔噔，压轴就是她了，来了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的，哎，奇经的沙雕节，还不错。耶。OK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